各位同学早安。天气比较凉啊，对不对？有没有被地震吓到的？啊，昨天还在睡啊，啊，那个中午还在睡。啊，那个应该是最近蛮大的一个地震了、啊。所以可能我们上课所学的，大家都会跟上。九二一是这样吗？九二一比这个大概再大，大概再大几十倍。啊？应该比这个还要严重哈、哦，而且九二一的时间持续的那个长度更长，大概有一分多钟吧。我的印象应该受到了一分。好，来，赶快就坐。那个我们上一次上课啊、哦，讨论到这个三个、我们讲的弹簧阻尼系统的行为，大家有印象吗？我们有哪三种？有印象吗？我们有所谓的 over damping、critical damping 跟 under damping。好，那上次也大概很快跟大家说明一下啊、他们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呢，用例子来看哦，上一次有用这个范例哦，在调整不同的阻尼之下。之下，我们有所谓的 overdamping。好，那这边呢，我稍微再把这个图的再把它画出来。那这个是我们 overdamping 的一个随着时间的轨迹图。OK， 好，那上一次有同学在问哦，我后来就是直接去回答了一下啊、哦。假设我手没有那么健，各位，这边因为是我新加的哦，你们可以先看一下。就是说，假如我没有初始的这个位移量，但是我有给他一个初始的速度量，这是我们讲的 initial condition。 那以往我们会比较习惯的就是说，在它平衡的时候，给它拉一下，给它推一下，它有一个初始位移之后，那它就会开始做这个所谓的一个运动。那假如说没有给他任何位移，只是给他一个速度，你还是会有一个所谓的变化量，对，还是会有一个变化量，因为你解这个特解，基本上你还是能算得出来的。所以，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变化量其实是微乎其微啊。那所以，其实，这种比较难用言语去做描绘啊，就是说没有初始位移，但是会有一个初始速度，会有个初始速度，那这个是我们给的这个另外一种情境哦。那第二种示范例是所谓的 critical damping 哦，那它的下降行为还是一样是这样子 ，OK， 好、哦。那第三种呢，就是 under damping， 那 under damping 你一定知道它解出来的是负数根，那有负数根呢，基本上它就是会有 sin 跟 cosine， 对吧？哦，那有 sin 跟 cosine 一定是什么？一定就是这样震荡。OK， 好、哦，所以我们当初有跟各位讲说，这三张图画起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是 over damping、critical damping 跟 under damping。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也跟大家特别说过哦，其实不一定是 C 越大可能会越好。你会发现 C 越大，其实它在这个所谓的一个下降的幅度上，它会是越来越比较慢一些些。OK， 那我们上一次也跟大家讲了，我用一个 LabVIEW 的这样的一个范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载下来。好，大家可以再重新下载哦，因为我把初始的一个位移跟初始的速度哦，都可以让大家来做调整哦。稍微改了一下程式的内容，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假设我的 damping 越来越大，你会发现，其实它下降的速度会越来越，要花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没有？不一定 damping 越大就会越有
可能就有效，不一定好。那另外呢，也要考虑你实际上的质量，你质量越大，当然你的那跟你的弹簧的比哦，所以其实各位可以用这一个范例哦，很快的去了解这三个所谓质量、阻尼跟弹簧，其实它在变大的时候，大概会带给系统怎样的一个反应啊？你看，其实弹簧要花很大的力气，要变很大的，它才会开始有这个所谓的震荡的情况。所以各位，端看你的系统的设计，端看你系统的设计，我讲说，有些赛车手他可能就会追求这个所谓的 critical damping， 他们的吼歌啊，他就可能要追求这种所谓很快的，遇到这个坑洞，你马上把这个键位降到最快结束的状态。但是这种就是冲击会很大，因为很短时间的反应。但是假如说是一般的，可能。不希望很硬的这种回馈，他希望就是软软的，那但是也不要这样子已经软软的，那可能我们要放大这一个 damping 的部分，要放大 damping 的部分。OK， 好，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很快做一个参考哦，很快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后面也会有题目哦，给大家来做一个练习啊。那我们上一次也很快给大家看这一个范例，对不对？那大家有印象吗？其实在系统里面阻尼是比较不容易取得的，所以你要透过试验把这个阻尼的一个系数找出来哦。那昨天的地震大家假设可能后续有在追踪的话，其实都会看到有没有一个，我记得网络上的片还拍到101年，真的看起来很摇晃的一个状况，但101里面其实有我们的那一个阻尼球，大家想不太许多印象。你去参观过的许多人不多哈，那我觉得我们西上这个翻译是 OK， 好，的同哥，好，所以呢，各位，我们很快的在这个 2.4 章节，透过弹簧阻尼系统，把这三种所谓的 over damping、critical damping 跟 under damping 的行为，很快的做描述啊。所以大家回去不要忘记哦。我们的这个这是 M， 这是 K， 这是 C。那当我要讲什么叫做所谓的弹簧阻尼的运动公式，大家还会有印象吗？我们应该会怎么写？其实这个到最后大家都会变成是一个这就是这一个弹簧阻尼系统的运动方程式。那当然你写到这边基本上你就开始可以用站在巨人的肩膀了，对不对？再慢慢的走进。OK， 所以这个别忘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学期，在这个部分里面透过这个弹簧阻尼系统，去跟大家谈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运动方程式。那这个延伸出来太多了，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讲的楼层，各位，然后视频是这样的一个楼层，那它的本身的这一个进度跟阻尼。还有它本身的质量，就可以转换成这个弹簧阻尼系统，弹簧的阻尼系统。OK， 那当然我们在后面还会跟大家聊这是所谓非外力的一个系统，但是当这个不为零的时候，就代表，你有一个所谓的输入的地震，对，这个输入地震之后。那就是代表你的弹簧系统，弹簧阻尼系统这时候有一个外力，
那这个外力怎么会影响这个屋子的行为 ？OK， 啊，这是以屋子来讲，其实呢还有地盘，地盘也可以转换成然后土地性的概念。哦，所以其实，在土木工程里面，你会发现哦，我们透过这个数学来先做很简单的一个描绘跟说明，那才会进越来越复杂的关系哦。那其实我们在后面会谈到所谓的 system of ODE， 哦，所以我觉得各位都可以延伸出来哦。那假如今天我是这个盖两层楼的嘞，哦，那它我个别会有 M2、M1、哦、K2、K1、那 C2、C1， 每一层楼有自己的所谓的弹簧阻尼，哦的这个参数。但是它在连字互动之下，我们如何后面要解连立的 ODE， 对，连立的 ODE、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后面会再跟大家聊的部分哦。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哦、这个进到第 2.5 章节。这个 2.5 章节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章节，它的名称叫做尤拉科西的一个equation。那它的这一个运这个微分方程呢，会多了这个所谓的一个 x 平方跟 x 在这里。那可能各位同学会说，老师，那这个尤拉科西是怎么？尤拉科西是怎么会有这种微分方程式跑出来？跟我们以前学的不太一样啊。我们以前学的不是只要很简单的这个所谓的、y prime 加上、by prime、ay prime 再加上 by 就等于 z， 这不是就是很简单的这个微分方程？那怎么前面现在又多了一个 x 跟 x？ OK， 好、哦，这要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我觉得、我是实际上找了一些、可能跟土木比较相关的，也跟你们现在财力最相关的、哦、各位，他说呢，假设、假设你有一个一样是有一个 rod， OK， 那你们现在有学过所谓叫做 inhomogeneous 的观念吗？ homogeneous 是什么？均值嘛、哦、那 inhomogeneous 就是非均值。那他想说这个例子呢，其实呢，他说我的 rod， 各位，我的这一个所谓的杨氏系数呢，是随着它的距离在改变的，代表这一个 rod 是非均值的，哦，非均值的 ，OK。那接下来呢，我就是给它了一个外力，哦，你看这个是它的 density。那这个是它的一个摆动的一个频率，这个所谓震荡的一个频率，给它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对，那这样的一个行为，你去做描述，就会变成是尤拉科西的微分方程。那你说，老师，这个太不常见了吧？那也很难讲得定啊，因为真的有材料，它其实大多数，假如是非人工的材料，就是所谓的非均值 inhomogeneous， 除非钢啊，除非木材啊，这种人工加工过的，所以的确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好，所以你把假如说用土木的这种范例，好去 mapping，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在讲尤拉科西公式，大家都会觉得怎么会有这种很古怪的公式会发生出来。那其实就会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你只要有一个 cantilever beam 或是一个简单的哇减质量或者什么，那它有一定的质量、哦、一定的这个所谓的一个 vibration、哦、那但是呢它是 inhomogeneous 是非均值的，那它的运动行为呢就不会被描述成所谓的尤拉科西。OK，哦、那尤拉科西其实就是跟着你的 ODE 的这个
阶层哦，会有两次方的 x， 一次方的 x。那我们后面还会再跟大家聊，假如是你今天是三阶的微分方程，三阶的微分方程就是在最前面又多了 x 的三次方。那这一个这种题型怎么求解？直接也是一样，我们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很快的就跟大家聊一样，我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在这里。好，这个要请大家先记起来，跟前面的常系数的微分方程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之前都会假设这个，这边的我们要假设 y 等于什么取代的，大家有印象吗？在这个题型里面 ，exponential 的 lambda x 嘛，那我们去找出 lambda。但是呢，今天我们新教了一个新的，叫做尤拉克新的，这个微分方程，它多了 x， 多了 x。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求解？第一步骤，各位，我们就是假设 y 等于 x 的 m 次方。那当然，我觉得老师，那我怎么知道为什么要设 y 等于 x 的 m 次方呢？一样，这时候是巨人的肩膀哦。透过这样的假设，各位你会发现会跟以往的做法会比较类似哦。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哦，一样。当你有这一个前提 x 的 m 次方之后，微分一次，微分两次，带回去原本的式子，各位，带回去原本的这个式子。好，那稍作整理，你会发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前面的 x m 的二次方嘛，那现在这一项呢就是 y 大于等于。好，一样，前面有一个 x， 然后这个是 y 的。好，那经过稍作整理，一样我们会得到这个式子。那我就一样要问同学了，在这个式子里面，我要让这个等号成立，要么是 x 的 m 次方等于零，对，要么就是这个等号等于零，像是，我要你。基本上我们一定会选择，因为你用 x 的 m 次方等于零，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略省略无意义解，因为你的 y 就是 x 的 m 次方啊，那你又要设它为零，那就不用管了，它就是零的话。好，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中括号里面的值呢，来变成所谓的一个零，然后来求这个 m 值。对，那你稍作整理，你会发现。它又出现了类似我们前面谈的这个什么一元二次方程式，有没有？然后今天我要求这个 m 解，是不是一样一元二次方程式 ？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分 c， 好，这个观念又出来了。所以其实这个尤拉克新只是稍作。变形的，就是在我们前面谈的这个稍微变形一下的，二阶的，常系数项微分方程。好，所以各位来到这边，其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会知道这一个 m 又会有三种状况了，对不对？一样哦，就是会有三种状况。相异实根、重根跟复数根，好，那其实呢跟以往没什么太大的，因为我们既然可以求到 m 的两个根，那就是 y1 跟 y2 都可以出来，那一样我们就可以写出他们在这三种状况的通解，对吧？好，我们先来跟大家依序介绍第一种通解，直接用范例来看。当你是两个相异实根的时候，就是这一个根号里面的 a 减一平方减掉四 b 会大于零，那你一定会得到两个相异的 y1 跟 y2，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组成通解，各位，
好，我们现在第一个，假如是由拉分析，由拉分析再写一下，找到这样子 ，x 方。那我们假设什么？八等于等于多少？等于多少？刚才讲的记得等于多少 ？x 的 n 次方。对，那我们现在第一种其实你就可以预期，当我的找出两个 m1、m2 是相逆时的，所以呢，它的空解就会长什么样子？对。y 会等于什么 ？c 1 y 1，那这时候 y 1就变成了，对，啊 ，c 1 y 1，看着，看着 ，x 的 m 1次方，对吧？哦，它一样 ，c 2的 x， 好，这是第一种，所以你看这一个范例，好，各位。遇到这样的一个题目，其实你比对一下，这就是尤拉可奇的公式。哦，那这个时候呢，想都不用想，巨人的肩膀，反正就设 x 等于 n， x 的次方 ，y 等于 x 的次方带进去。OK， 那我们就把它的特征方程式找出来。好，稍作整理，你就得到 n1。那这边呢，这张图是用不同的这个配就是搭配组成的，你 C1 C2 的你给定的。OK， 这边有没有问题？很简单吧，对不对？应该没什么太大的感触，跟你们之前学的这个应该是很一致的内容，很一致的内容。好，我们继续来看哦。那假如是第二种呢？我们第二种状况 ，m1 等于 m2 怎么办？那我们不是说了吗？你不能怎样把这个 y1 跟 y2 都带一样的 m1 等于，那它会两个相等，就没办法变成天气不利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只能假设说，至少第一个应该还可以成立，对不对？当 y 等于 x 的 n1 次方的时候，那第二部分要怎么办？降阶法，太棒了，各位，没有错哈。当我知道其中一个根，要再找另外一个根，我们就要来跟前面的。这个降阶法来借一下，那这边呢，其实他已经先把答案跟大家讲了，你会找出第二个根呢是这样子的样子。大家还有印象，我们前面假如是这种状况，它的根会是什么？假如是我是这一个，那第二个会是什么？多一个什么？x 对不对？好，那我想这个是之前的做法，但是来到了尤拉科西，我这边先直接把结果跟大家讲，我们会多了一个 naturalo x 次x 的相次。好，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做一个证明呢？所以我先把这个结果先写。好，这个是第二种通解啊。那跟我们以往的通解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本来是 x， 以前我们是多一个 x， 那现在这个在尤拉科奇里面多了一个
Natural Log X。好，那这个怎么找出来的？其实就是用降阶法。那我们就直接使用降阶法那时候给我们的一个公式哦。大家只要忘记了，可以回去看一下2.1节，我们最后有推导出来，就是说假设我的 Y1 已知，那我的 Y2 呢，要设定某一个 U 倍的 X 这个函数的 Y1。哦，那你用这一个方式呢，带回去原本的这一个，然后这个是一个通用的形式，哦，就是 y prime y double prime 加 pxy prime 加上 qxy 等于零。那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我们的降阶法会长出来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要待定的降阶法的内容。只是实际上要用到尤拉科西哦，你会发现。我们尤拉科西的形式长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你要跟这一个去比，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直接做连接了。我们要先把 y double prime 的系数项变成一，哦，所以我们要同除于 x 平方，同除于 x 平方。对，所以现在实际上我们的这一个，传统的线性的 2GLP 形式会变成 y double prime 加上 h2x 平方 y， 各位，那这个呢就是小 px， 这个呢就是小 qx， 好，有没有跟这边比了？那我们就把这两个小 p 小 q 带回去刚刚。讲的这一个框框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降阶法。好，那我们就先第一步，先看小 h 对小 p 的积分。那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一样啊，就是不厌其烦的要跟大家讲，就是有些积分的过程，来稍微练习一下。OK。像这个是 x 分之 a， 好，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积分出来就是 a 倍的 natural log x。好，那第二步骤，再把这一个 h 呢丢到 exponential 是方向式哦，在这里啊 ，OK， 多一个负号。那前面呢一样，这个是 y1， 那因为 y1 我们寻求的已知了，所以再直接带进来。那这个时候，这个小这个大 U 就等于 x 的负一次方或 x 分之一。那第三步，再对这一个大 U 做积分，得到小 U， 得到小 U， 这时候x 分之一的积分，我想没有太大的问题哦，很残念的哦，就是 natural log x。OK， 好，这个是证明的过程。我想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来看一下范例，我来看一下范例哦。好，各位，所以呢，我要跟各位同学再三的提醒一下，你们一般大概在考试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这种传统的，微分方程、常系数项的微分方程。这个是怎么来的？这个是因为从最一开始的这种通用形式，大家有印象吗？然后我的小 p 跟小 q 都是系数项，对不对？那但是我们现在又跟大家介绍了第三种，这个所谓尤拉科西的。所以各位在看题型上面呢，你要稍微自己注意一下，那像这个是标准的尤拉科西。好，所以遇到尤拉科西，我们巨人的肩膀是什么？各位还有印象吗？定 y 等于什么 ？exponential 的吗？
这样是尤拉克西哦，所以是要设什么 x 的 n 次方。OK， 我跟你讲，你只要能记得这一个巨人的肩膀，后面其实就是简单的数学的推导而已，对不对？因为你只要记得 x m 次方，你就微分一次、微分两次，带回去原本的题目里面，你就可以找到什么？找到这一个特征方程式，然后去求这个 m1 m2。OK， 哦，那只是在求得 m1 m2 之后呢，大家要稍微记一下。一般的通解，好，只要是相异式跟重根，要多一个 natural log x。好，所以你会看到，假如在这个地方我们是重根了，啊，你又知道我们的通解形式。第二种状况，没问题。所以我要跟大家稍作提醒的就是说，在解这些所谓传统的二阶 ODE， 就是尤拉克西，尤拉克西传，这样送的，后面按一下，我们是开了几次的气，等一下，好，好，所以我要充分的跟大家讲。别忘记巨人的肩膀，这是一切的根本。我想讲白一点，这个你在考场上怎么忘记一些什么失望的过程，但至少不要忘记一切的基础，巨人的肩膀。啊，那传统的 ODE 是什么 ？y 等于 x 的一些拉达 x 次方，尤拉克西稍微复杂一些，变成 x 的 x 次方。OK。哦，这个跟大家记一下哈、哦。好，那第三种一样啊、哦。其实你会发现，二点五方解的过程其实跟二点一那个是啊，于是它的解稍微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假设它的这一个解出来的两根，好、哦，解出来的两个根。是负负根，哎，有没有人还要再教加分的？这个有没有人？上次只有一个同学给我，你们这么的客气，有没有人同学要再加分的？好，来各位，基本上，啊，一科在上面有加了哈，上次有一个同学是教。好，来各位看一下哦，当我两个根是所谓的负数根，所以你看这边会有第一个 y1 的、我们打星星符号，它是一个负数根形式，它是 x 的 0.2 加 4i 次方，对不对？很奇怪嘛、哦、但是呢，你假如是可以使用尤拉公式的求解，他说呢，你这个 i 的 t 次方 ，it 次方可以变成 cosine 跟 i sine 的一个组合。所以呢，我们把这一个4 i 提出来，各位，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些小技巧。你会发现我们做了什么技巧？在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我做了一个多层的一个什么 exponential 的 natural log x 次方，对，它其实是多一道这一个手续，多一个这个项次、那因为这个多出来的其实基本上是跟原来是一样的，它只是多了，因为 exponential 的 natural log x 还是什么就是 x，对不对？哦，所以它多了这一道功能之后，把这个，哎，我这边是不是少写 exponential 的 x n 次方？好，它就多了一道这一个手续之后呢，
把这一个哦改写成这个样子，好、哦，变成 0.2 哦，跟乘以 exponential 的这个 i 4 natural log x 次方去做整合。那这一个部分呢，就可以透过尤拉公式去做展开，好、哦，去做展开，对吧？哦、这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哦。所以呢，你会发现它就是变成这样的形式。那 Y2 呢，其实、也是做同样的一个逻辑、哦、它就变成是一个是加号，一个是减号、哦、好，所以呢，各位，假如你还记得有印象，我们在第 2.1 章节有说这两个 Y1 Y2 的线性组合就是通解嘛，写起来很长，假如我要再把这两个写在一起，那变成是什么 ？y 等于 c1 乘以这个 x 的 0.2 次方，再乘以这一坨，好、哦，再加上 c2 乘以 x 的 0.2 次方，再乘以这一坨，很长的一串，很长的一串。但是我们参考一下 2.1 章节。他说呢，假如今天我这个 C1 Y1 C2 Y2 这个是空间，对，他这个 Y1 的 Y2 是一个组成的 I 就在这里，那但是前面的定理都不讲，我这个时候 C1 C2 还任意给定，对，因为任意给定代表什么？代表就是我随便给一个初始条件，我就可以决定这个 C1C 一个框式，那我就可以解出什么特级初始，就像用这里特级非常不大的方式。好，所以呢，假设我随便找一个 C1C2， 各位，哦，我们在 2.1 章节也有这样的一个。哦，一个过程哦，加一点气的声音。好，有没有？我们在2.1章节也说，我们随便找一个 C1 C2， 哎，我会得到某一个 Y1。给我的 Y1， 我应该要写下标啊，抱歉啊，每次这个都没有看到。好，那这一个 Y1 就会变成本来是一个复数形式，因为有 I 的形式变成。有 x 的 0.2 次方乘以 y 的 natural log x， 在这个地方我会多出来这个。好，那我又再找一个特殊的 C1 C2， 分别是 2i 分之一跟负 2i 分之一，带回去呢，你会得到第二个实数根的 y2 呢，它也是特级。都是特级，你会发现它会变成有 I 的相似呢，变成是比较是属于是实数的部分。好，那跟以往我们 2.1 章节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一个 natural log 的函数。OK， 这先跟大家记得。好，这两个特解，我们也可以拿来做什么事情？这两个特解是可以拿来做什么？那一样，再来重新做线性组合，它就变成另外一个空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第三种空间的形式，各位。啊，所以各位帮我稍作整理一下，假如这个 M1、M2， OK， 啊，它是某一个。一样用这条可以看到，因为它那个最后那一个是背的，参考一下前面 ，OK， 因为它一样是四，好吧，那一样我用 K， 我用答案，让大家。没有问题。
好，那它的空姐呢？各位，那它的空姐，觉得它会比较长得像什么？啊？对，对，那空姐是什么？它可以理解啊。啊 ？X 的什么？十步，对不对？十步黑翅膀。好，然后呢，一样成语。A 倍的 cosine， 但是呢，我们本来是 x 嘛，哦，这个时候不是 x 了，这次就是变成是 natural log x， 所以这边是 omega 的 natural log x， OK， 好，然后再加上 b 倍的 sin， 这个 a b 呢都是待定系数。这是第三种空姐的形式，第三种空姐的形式。哦，所以这个是很快的跟大家讲，在尤拉科西里面，我们会遇到的三种情形哦，三种情形。那大家还有印象，原来的形式是什么吗？嗯，我在。愿请大家跟大家回顾一下。那我们会讲说这个是 exponential lambda x 之道，对不对？那第一种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印象？它是相异时跟啊 y 等于等于什么 ？c y 一个还有 lambda y。对吧？好，那第二种呢？第二种，假如是重根的 ，c one， 好 ，OK， 好，第三种呢？假如这个是所谓的 x 的 lambda 等于一样 a 加上 omega i， 那我们的通诀是什么？还有印象吗？y 等于什么 ？exponential 的 kx 次方，对不对？还有一样 ，a 倍的 cosine omega x 加上 b 倍的 sin omega x。哦，那这边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表列，表列的方式，哦，可以希望大家可以。很快的把它做一个比较，好，至少知道，哎，传统我们在 2.1 章节的，好，一直延伸到这个弹簧处理系统的部分，我们的通解有三种状况，但是来到了尤拉科西，哦，我讲的，虽然可能这种情况很少见，哦，这种所谓的一根 rod 柱子啊，或是梁啊，哦，它是 inhomogeneous， OK。哦，它的这个所谓的，哦，这个参数呢是随着不同位置会有变化，哦，它的 Young's modulus 跟 x 的平方向是会有关，哦，那你说这个会也有可能会发生啊，哦，只是可能几率真的很少。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你就会遇到尤拉科西的，哦，这样的一个 ODE。去解它的一个运动方程哦。好，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很快的部分哦。那我觉得这个给大家很快做个参考。那所以我是想说，就 2.4 跟 2.5 章节就一起出给各位哦。欸，其实题目就是只有几题而已，请大家回去做一下哦。2.4 呢，其实就是，哦，我上次讲的几个一种计算方式啊，2.4，请回去大家看第15题跟19题啊。那2.5呢，其实只有一题，就大家回去算一下，第三题，对，第三题，哦，第三题，好吗？好。
2.4 有10、59、2.5是3。好，那这个其实都很简单，很简单，没什么太难的部分。好，一样再麻烦大家哦。那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子。那今天大概还有一些时间哦，我很快先跟大家聊一下。大家可以先回去哦，看一下我们在那个一一平台上面有一个，一个这个我也是借用人家的这个讲义哦，那它叫做 MATLAB 的一个 Symbolic Math Toolbox， 就是符号运算的一个功能哦，它有一个简介哦，大家可以在一一平台上面应该可以 download 下来。那它主要呢，其实就是可以把一些数学式哦，你把它变成是用符号来做定义哦，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个都是符号啊，各位你会发现，我们在推导这个，我们全部都用的都是符号，但是你在程式里面你会发现，一般的这种程式，比如说像 C++。哦，或是一些你们学的 Java， 它就是直接要去对数字做计算嘛。OK， 你很难带一些符号去做所谓的推导哦。所以在 MATLAB 里面，它有一个这样的功能叫符号推导功能。哦，用一个 SYMS， 哦，有没有同学是骑 SYM？ 有啊，有是吗？哎，我现在觉得那种新的摩托车，我觉得。感觉起来很酷炫的、欸，那什么雅马哈，它居然它有一款是没有那个，就是像我们传统的那种弹簧组的那种支撑，有没有？它后轮是悬空的，有没有？跟座位是悬空的。那你啊，是你的车吗？但是我那个没有仔细看了、哦，我不知道它后轮的悬吊是放在哪里，它是放在。用水平支撑是不是、啊？我有点，因为我那天开在路上开车，我看到了现在的机车这么炫酷，怎么没有后面跟这个座位跟后轮之间是悬空的 ？OK， 好，啊，讲这个大家比较有精神的。好，各位 ，SYMS， 哦，这个指令呢，哦，可以给大家。去做这个所谓符号的定义，比如说它这边有范例，对 ，SYMS， 然后你去定义 XY， 直接就可以来开始对 XY 这两个符号做所谓的一个加减乘除运算。哦，比如说像这里 X 的平方加 Y 平方，那就直接 MATLAB 就可以推导出这一个哦这一个方式哦。那同样，大家回去可以稍微先。看一下，我们下次上课会带大家来用基于这一个符号功能的 toolbox， 我们可以开始请 MATLAB 帮我解 ODE 的，好，可以来帮我解 ODE， 好吗？有没有问题？好，回去先做一下功课。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喽。